我的节目是星空奇遇铁达尼，我的口号是晚晚有梦想，朝朝有理想，我的信念是 Never give up， 永不放弃，我的目标是改变消极潮流，全力积极奋斗，我是麦润秀，欢迎你。8月23日星期五晚9:05啦噃，今晚我哋又开始我哋嘅星空奇铁达尼，又开始紧我哋嘅色情男女专线，直至到12点，麦润秀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路等你嘅。我希望等到你嘅心声，我希望分享到你嘅心情，更加希望可以分担到你嘅忧虑。色情男女专线1872388，每一晚都讲呢个 number， 但系你未必每一晚都有勇气去打，但系我希望今晚你可以有。今晚可以同我哋有缘喺空气之中相遇，可以喺呢度互礼互勉，欢迎你哋。听过麦润秀节目嘅人都会知道，佢透过空气去帮人分担烦恼。今次可以近距離咁接觸佢，走入直播室去睇佢做節目，真係有啲喜出望外。唔經唔覺，佢做呢個節目已經做咗5年幾。喺呢幾千個晚上，佢慰解過唔少失意嘅人。龐太你好，係乜嘢嚟？誒，你個旅遊星方 tour 啊？係啊係。係咯，同正話個 Yuki 一樣喎。係啊。驚唔驚啊佢？教唔聽咯。教唔聽？有陣時咧，去到某一個年紀咧，啲年輕人容易反叛少少噶。咁反為咧，你唔好教佢咁多咯。你多啲同佢打成一片。佢雖然唔係心理醫生，亦冇乜睇過輔導人嘅書，但係佢好擅長引導聽眾去講出自己嘅心底話，釋放自己嘅情緒。佢更加想借呢個節目去重建香港人嘅信心。我希望透過呢個節目可以改變一下人一啲消極嘅態度嘅，改變消極潮流啦，全力積極奮鬥。呢個係我今日做節目，今日仲做緊呢個節目，希望達到嘅目的。我微不足道，我唔可以改變呢個社會，但我希望每一個人可以互相提點，可以互相勉勵，喺失意嘅時候依然繼續去堅持。每一個人。繼續希望影響另外一個人，繼續去積極佢嘅人生，但係我嘅作用好細嘅，但係加埋好多聽眾朋友嘅作用咧，咁呢個作用就會好大。麥潤秀冇擔心過點樣去吸納聽眾，即使最初只有好少人打電話嚟，但係佢相信只要用心去做，聽眾一定會欣賞，節目一定會受到認同。